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特朗普随夫访英，这位前世界超模灵活巧妙地运用了她在时尚方面的惊人触觉，充分展示时尚外交的作用，每个造型都既到位又让人觉得惊艳。她的着装其实比英国王室的王妃们更有看头，正如百万之前介绍的，刚嫁进英国王室美国明星梅根夫人的着装其实沉闷又保守，借助粉色、裸色、甘当绿叶，要不就是小黑裙，走奥黛丽赫本经典路线。最要命的是，这一季的衣柜里的着装都是统一的一字领和简洁剪裁，谨慎合理低调却完全没生趣。相比之下，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的衣橱经常不按理出牌，她也没有另外聘请服装造型师，而是凭自己在时尚方面的触觉一次次带来新鲜感。看他的衣柜是讲述了一个时尚全球化下的趋势、文化和热点，在时尚方面的见解会比梅根进步很多。这两人这周都穿了同一个设计师的作品，结果两个都穿出。自周四抵达英国以来，时尚前卫的美国第一夫人就一直穿着英国设计师的服装向英国致敬。首先是在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降落的机场街拍，梅兰妮亚穿着以伦敦为基地的法裔设计师罗兰·穆雷设计的驼色异形领机衣袖礼裙，别的橙色方扣皮带让低调的驼色造型一亮，与配衬的红底鞋也里应外合。然而英伦设计师罗兰·穆雷的设计真的很欺负人，这位模特身形曲线姣好的第一夫人也被看到小腹微凸，礼裙设计非常贴身合体，也带来了一个结果，杜娜不客气地跟着一路。看来的洋装十分欺负人，无独有偶，新科王妃梅根 Meghan Markle 婚后前两天首度以王室身份出访爱尔兰，百万也做了介绍，毕竟是首次外交，她尤其重视的行头，两天就穿了10万，第一天连换 Givenchy小黑裙，简约优雅的洋装大获赞美，谁知第二天就闯祸。她穿着贴身的浅灰色洋装，虽然裙身抓褶设计剪裁独特，手上的黑色 Fendi 手袋和 Polandro 高跟鞋也为她塑造出大方得体的职业丽人印象，问题就出在的洋装上身的剪裁不仅让梅根的纤细身形毕露，连 bra 也渐行出丑。因连夜来这位王妃不是穿没烫好有皱痕的洋装出来，就是翘二郎腿乱穿黑色到正经场合，对王室着装礼仪事无巨细都鸡丁不断的英国媒体白眼已经翻到后脑勺，跟解失手。这套洋装上身紧绷，高清镜头下 bra 型完显，可以看到是一个无肩带的 bra， 梅根所拎的 Fendi Pick Boot 经典包的容量也十分可观。但是第一夫人毕竟还是时尚悟性技高一筹，后来周四晚参加英国总理梅姨设置的相对正式的黑领带晚宴时，穿上纽约设计师吉勒斯孟德尔 Gals Mantle 的柠檬黄斗篷住着仙女裙，仙气飘飘，获得广大好评，之前突出的小腹都不见。 Gals Mantle 于19世纪70年代在圣彼得堡成立，1917年后品牌搬迁到了巴黎，吉勒斯于1981年接管了家族企业，后来被引入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晚餐上他们的餐单是苏格兰三文鱼、巴赫英国赫里福德菲力牛扒，甜品是草莓冰淇淋。褶皱设计的裙装让他一天之内小腹就隐形，与47岁依然仙气飘飘穿仙女裙的小姐姐梅兰妮亚相比，梅姨也隆重其事，穿起红色一字领长裙搭红色高跟鞋，还查了红色甲油，这就很少有了。特朗普与梅姨握起了小手，并拉着她走上红地毯，她手臂上的仪器是血糖跟踪仪，银色钻石手镯与红色甲油都很搭，夫人很长脸，总统表示相当满意。两人饭后漫步在布莱尼姆宫丘吉尔的诞生地，就像在拍一组婚纱照，美国总统首次那么呵护爱妻，居然扶着对方上车，令人感到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英国时间周五下午，美国总统夫妻俩就去温莎堡见了英国女王，并和女王一起吃了最典型的英式下午茶、三文治、蛋糕、英国花茶。梅根王妃的老父亲汤马斯·马特据说对美国总统比他还更早一步见英国女王一直都有负面情绪，毕竟女王的孙子五月娶了自己的女儿，但自己却还没有机会见女王呢。
梅兰妮亚特别做了一个发髻来见老太太，毕竟太兴奋了。这个发髻从侧面看有些败笔，但也可以看得出是特别设计过的发髻，就像梅根现在都梳理得井井有条的发髻。商人特朗普见英国女王也不敢造次，终于换下了自己标志性的红色领带，换了一条红蓝粗条纹相间的领带，是以向经常以蓝色为主色调的英国王室致敬。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四个有幸与英国女王共进下午茶的美国首相。特朗普太太向英国设计师品牌递出的橄榄枝，老红各地都掀起贸易战争。梅兰妮亚则扮演一个贤内助的角色，尽力向时尚品牌示好，并频频向英伦品牌递出橄榄枝。看看这次他共选了哪些品牌。星期五早上，他和英国总理梅姨的丈夫菲利普一起与退伍军人会面时，则穿上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的同名品牌 Victoria Beckham 的多色拼接条纹喇叭连衣裙，摩登又优雅。周二飞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机场接拍，早早就向英伦品牌示好，驼色的 Very 新款风衣。虽然经典风衣基本上是由英国人发明的，但 Burberry 作为一个典型的英国品牌，一向以风衣为名。目前新首席设计师则是意大利人 Riccardo Tisi， 因此特朗普夫人的时尚选择可以被解释为向英国早早递出一个橄榄枝。这个盟友与美国有特殊关系，而英国的新任王妃也是美国人。周二的下午，梅兰妮亚和北约太太团们参观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学院，选择了美国品牌 Calvin Klein 的海军无袖喇叭连衣裙，这是一个精明的选择。目前 CK 正是在比利时设计师 Raf Simons 的创意领导下，虽然根基还是一个标志性的美国品牌。自2017年掌舵以来， Raf Simons 通过移民的双眼描绘出美国梦的画像，因此第一夫人的着装可能提供了相当多的文化潜台词。星期三晚上，特朗普夫人选择了黎巴嫩设计师 Elie Saab 的白色蕾丝长裙，面料相当透明，但是在优雅与时尚中恰到平衡。 Elie Saab 的神奇之处是看上去透视透明，但是却什么也看不见的保守。喜欢别忘了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千与千寻 ID New England Boy 微博蔡百万，现居纽约的南方报业媒体人，35家单身老少女在纽约勇敢生活，分享妆容、抗老、穿搭技巧，让你足不出户也能假装在纽约，活出格调人生。